你是什么名？你是每日客车还是在来？我是庄兆军。庄兆军，你伫做坐客车，你知无？ 你伫做坐客车，你知无？知道啊。在哪里坐的？在公司，我们就坐这个车子啦。你坐在哪里坐？嘿，哪里坐的？你坐一下。你坐一下。就对弯道。你到底坐？啊，就公司呀。无啦，哦好啦，啊当时都有。公司。哦，当时都有，你知无？ 哎呦，公司哦，最知道。南边那边好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啊，你讲，哎，啊你姓什么？你说姓什么？秀山。你姓啥？知无？我是庄姓庄。庄的，啊，当时你讲领导住当时都有，你知无？知呢。知你到底讲会出来未？中，哎，还是祖籍你嘛？台中市，哎，都讲都有啦，真地啦。你也讲未出来嘛？你讲，我记啦，我记啦，我即摆有联络到，恁囝来，会带来甲你带转。 嘿，啊，系，我弟弟，你弟弟哦，这是最小的弟弟，嘿，好，我咧，我等你，我等你，这先等住，吼，安尼连咪一下，等住，连连传传传传，吼，安尼。哎，啊，我弟弟无伫遮啊。无啦，无啦，啊，我联络到啊，吼，OK，好，安尼好，好，OK，好，啊，哥哥无来，哎。